成功，然后自己也去整容他这条，那得抱一个跟我爸岁数一样大的。都不能放，是你这还不鞋脱下来塞衣服？哎呀妈呀，我真怕呀，赶紧的解脱呀。好好醒醒，你们要是结婚就裸婚，拍谁呢你？妈，离婚是我的一种，我丝毫没有两个会一辈子，只要你有信心，我就有。林飞，我会一直等你。那是我亲哥呀，我得养他。那离婚呗，这价值要多少？能不能跟我儿子分手？人生不是现实，这男人和女人最好的就是感情。又离了婚，还有孩子，弄死我一个大爷！妈呀，你给我生你了！绝对他妈给你倒死！找我面子吧你！你忘了我，真的就那么难吗？我恨你。这个房子呢，我打算给卖了。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不卖。你让我说多少遍呀？你把房子卖了，有了钱了，你自己买一套不行吗？你是不是嫌我碍事儿啊？好，那你搬出去呀。把你女儿带走，把你妈带走，把你嫂子也带走，都走了我才清静的。就怕到时候你妈不肯走，非要看着房子，那就热闹喽。用不着你操心，我就奇了怪了。你说咱们两个人婚都离了，你再这么搅和下去有意思吗？好，那你卖。你把这个房子挤成两半，我那半给我留下。嗯，你不是有本事吗？款都带了，半个房子照样卖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维持多久。当初离婚是你提出来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上班去了啊？是上你原来那公司啊，还是上你老公那个公司上班去啊？妈，你教我说你什么好啊？辞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你为什么？就算你为了毛难，你总得让妈妈知道吧？哎，妈，别说我没警告您啊，这毛难可是您儿媳妇，您这一碗水得端平了啊。还有你教我了，我端得平，我天天练。我还不操你的心呢！你说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你结了婚了，你干嘛还在娘家住？说，妈呀，这话我都跟您说过多少次了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我们自己会处理好的，行吗？那你能的。下班以后让那个谁丁伟早点回来，你们啊，我请他妈妈吃饭，还有你那个什么妯娌。真的？是不是啊您？你以为，你妈妈这个人还是很讲道理的。我还不去操心你、啊，你保证给我过好了，你要过不好，我找你孙子。哎呀呀呀，行行，爸，听见没有？妈，您啊，您就把您这心踏踏实实放肚子里，我一定会过好的。我这上班去了，走了啊。好吧，路上慢点。知道了。哟。肖一水，怎么着？
都不想回家了吧？你不是把我赶出来了吗？我现在哪有家可回呀？是啊，把我都掏空了。待在这儿多舒服呀，能跟女儿在一起啊，每天还能看到来买衣服的小姑娘。啊，摸着女人的衣服，挺滋润的吧？你说话能不能挨着点边儿啊？我看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？想法有很多，但是不能告诉你。想法多了。这些我要了。哎，什么叫你要？人家刚进的货。怎么了？我偏要？你是不舍得呀？你怎么你穿也不合适呢？这不合适。哎，你们，哎，什么呀？坏了吧？新的衣服。你心疼啊？比起了30万，差远了。妈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妈妈妈妈妈妈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？哎，当时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赶紧把你妈带走。这不，我真不愿看见呢。妈，我想看见你呢。我跟你说，下一说你赶紧回去，要不然我天天来这儿。妈，你这走，咱们回家再说。你怎么闹这儿了？我怕你这笑话呀。这不是呀。啊，这是所以说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这真的是这个。哪一个搞的呀？不是我，不是，是我。哎呀，我。老公搞的对吧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什么对不起？哎，我不要钱的呀。哎，我负责行吗？对不起啊。什么错呀？走，不要看到你们了呀！搞什么搞嘛？还没走呀，毛娜。哎，你说你这个工作保下来多不容易，非得都辞职了。阿姨，这个叫风景的已经把5万块钱还给落叶了。可这落叶非得要见他，时间都敲定了。你们都吃饱撑的，这网上的东西可信可不信，自己不是有名吗？干嘛起网名啊？毛娜，听阿姨说，林强告诉我了啊，他没搞网恋。你告诉阿姨，你是不是不相信他？阿姨，不是我不相信他，可这落叶到底是谁呀？他干嘛老纠缠着不放？我真的很好奇。不行。我得去见他。等急了吧？当然等急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们家人今天要到我们家吃饭。我当然知道了。我妈还有我嫂子，这一大早上出去买东西去了。要买什么吗？买衣服。干嘛呀？重视啊。他们说了，这第一次到你们家去，怎么着也得好好打扮打扮。是吗？真的这么重视啊？那当然了。对了，刚才你弟弟找我去了，所以我才来晚了。他找你干嘛呀？能干嘛呀？道歉呗。我把他好好说了一顿，但到最后他是同意了，他是同意到我公司去，而且我告诉他，将来啊，就是在鱼塘旁边发展的一些项目，像旅游、饭店。都交给他来管，他一听挺高兴，然后高高兴兴的就走了。你行吗？你要做农家乐，还要做旅游项目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城里的人呢，一到周末就愿意到乡下去，到郊外去玩去，放松心情。真行啊你！你把公司的业务扩展得这么大，你贷款卡还没还清呢。还你的贷款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这点你放心。现在鱼塘周围的几个人准备找我做一个联合的项目。就是瓜果采摘，你知道吗？将来等郊外的旅游发展起来，那收入是相当可观的，还你的贷款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好啊，那我可就拭目以待。哎，光拭目以待可不行啊，你得过来，过来帮我。人家不是说了吗？一个好汉三个帮啊。当然了，有你一个人也就足够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得让你一个爸爸去给我们看店呢。我爸他看
想想，哎，你那个号码又闹到店里面去了呀！这个衣服给我们扯得乱七八糟的，你看，你看。哎，他还真会扯，专门挑那个贵重的衣服扯。哎，都扯成这个样子，我们怎么卖啊？我们这次赔大了啊！我跟你讲，行了，别吵吵了。董淑萍是吧？我现在就找去，我快进来嘛。呀，哎，那小姨呢？又来了呢。我来怎么了呀？哎呀，你们买衣服去了对吧？那可不呗，我们上林飞家，那不得打扮漂亮的呀？哎呦，你们买衣服怎么也不到我们店里去买？关照关照我们生意呀、啊。我想去了，他不让我去，你说是？妈，咱上他那干啥呀？买的不合适也不给退，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你说啥意思啊？丁伟为啥昨天睡在沙发上啊？怎么了？你心疼啊？你心疼可以走啊！你别看我们这房子大，卧室只有三间，你们就占了一间。你会不会说话？有你这么说的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少说一句吧。小姨，咱们走，咱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丁家的人呀，个个脑子都有毛病呀。走。哎，小姨，你扇子落这儿。哎呀妈呀，小姨，你还用这扇子呢？能扇呢？碰的，你看。哟，天哪，妈，笑死我了！你看那个破扇子，真有意思。还寻思多有钱的，怎么还用那破扇子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咋那么多事儿？我想不通啊。你说破扇子才多钱呢？还扇炮啊？住耗子多管闲事啊！怎么就傻长眼不长眼？耗子多管闲事。先生，我妈呢？哟妈，你怎么还不做饭？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。你萧叔不是闲着呢吗？让他去做。能帮女儿卖衣服，就不能做顿饭呀？我萧叔都已经不说话了，没看劳动改造呢吗？您就别跟他置气了啊。想表明什么呀？这人不让出大声，这动静还不能弄大点吗？你对我不满，你当我看不出来呀？啊，别来这套！是，我还就是对你不满，我还就是对你有点不满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让我把话跟他说清楚啊，要不然这话憋到我肚子里边，我也难受。哎，这萧雅丽是我的女儿。可是这些年我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，你说他现在离婚了，又没有地方住，他不找我找谁呀？啊，我不帮他谁帮他呀？不就拿了这么一点的钱吗？你看你今年计较，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呀？你这叫拿吗？啊，说句难听的话，你这叫偷！你跟谁打招呼了？我们家还出贼了！我是贼，我是你是什么呀？你是贼夫人，咱们一家都是贼货子。还一点点钱，你还有脸说呀？你把这个家就给端了。萧雅丽拿钱就算了，还给她小姨用了，你们打劫呀？谁打劫？我不跟你说过了吗？那钱她是借的，过不了多久就会还你的。还？我相信谁？我不该相信萧雅丽呀！我跟你说啊，这钱我一定不会放过的，不是说说就完了的，过了这茬就算了的，我会一直盯到死的，我会盯死她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就不能相信别人呐？你怎么就……哎，萧叔，没事，没事啊。哎呀，你说说啊。咱这家里整天的鸡吵鹅斗的，那有什么意思呀？你说这日子过……哎，小叔，小叔，妈，你看我这件衣服多好看啊！好，看我这咋样？哎呀妈呀，你这件衣服太好看了吧！真的呀，但是很遗憾呢，你去不了了。为啥呀？二大爷刚才来电话了，他一家马上就到，说要住好几天呢。哎呀妈，看来我真得回去了。你说我在这儿吧，乡下亲戚老来，小伟本来就挺麻烦了，我还给他添乱。那要不你回去，我可不回去。那我忙活这么长时间，我图啥呀？好不容易吃顿现成的。妈，我上林飞家吃好吃的去了啊。凭啥呀？该去的是我，我是婆婆。那没招啊，这二大爷冲你来的，也不是冲我来的。妈，那我就去林飞家了，帮你吃点呗。哎呀妈呀，我先去了，我跟你商量商量吧。哎，小叔吃饭了。哎，吃个饭还三请四邀的，真把自己当大爷了。我一个退了休的人，还能装什么大爷呀？开门。来来，我去。
还是我去，我去啊。娘，娘，雅丽，爸，哎，正好哎，饭熟了，哎，一块儿吧。你倒真好说话啊，叫你回来你就回来。这是我的家呀。那雅丽，你吃饭了没有啊？正好一块儿吃吧。别客气了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找你妈算账的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哼，是你欠我的，不是我欠你的，你跟我算什么账啊？喏，你自己看看，这衣服，领子是领子，袖子是袖子，你让我怎么卖呀？啊？你让我怎么卖呀？你是跟我的衣服有仇，还是跟我有仇？你要这么恨我，干脆一把火把我的店烧了算了。你是不是手欠呢？你说谁手欠呢？啊，这衣服缝上不就得了吗？啊，缝上，你说的好听，我诚意怎么缝啊？我看你今天是诚心找茬，你是不是想骂人呢？你啊，妈，算了啊，吵什么吵啊？有完没完了你们？不是雅丽，这样吧啊，你这衣服我全要了，回头我把钱给你送过去。你干嘛？你大头啊你？你要了，你要了有用啊？你给谁穿啊？刘洋。还真不是我笑话你，自己心爱的女人都被别人勾走了，你还好意思在这说话？你说谁被勾走走了啊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！我告诉你，哎，妈，打住，到此为止啊！我说你们烦不烦啊？有什么事咱们不能好好说吗？你赶紧走啊，萧雅丽，你赶紧给我出去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哎，你别走啊你！哎，我要衣服，你给我出来，听见没有？你把衣服还给我，雅丽。还让不让你爸爸活了？来了！哎呦！哎，婶儿，哎呀妈，我来了！我来够呛，你婆婆呢？那贵客呀，怎么没来？王二大爷来了。啊？说早不来晚不来哈，偏偏今天来。怎么这么巧？我上那个车站接我二大爷去了。哎呦，你看看。我这都弄好了，你怎么不来？大伙热闹热闹，这都准备好了，那一大堆菜也准备好了。哎呀，没事的，他们来的人多了麻烦，那我一个人就代表了，那不一样吗？谁跟你说麻烦？我准备了半天，我不就找这个麻烦吗？谁请你呀？哎，咱家咋这冷清呢？您请，甭叫了，甭叫了，都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对了，你那行，给我看看这馅怎么样？你闻闻。我来了啊，婶儿，你啥活不用干啊？那我干啊，我擀面。那个香油啊，哦，咱俩有没有香油啊？忙忘了，香油还有什么？我拿花椒面，你给叫他们来啊！花椒面来点，花椒面。我来。哎，严哥说应该搁点骨头汤吧。哎，来。啥也没有啊？33688。你老是这么闹，有意思吗？我闹什么了？肖亚丽，我告诉你，你老是这样的话，你爸过得也不开心。饭桌上你看不见吗？我妈这个人是有缺点，你也不是完美的呀。大家要相互包容，这个家才能和睦，不是吗？要怎么包容啊？啊！你别给我讲什么大道理了。别接电话。什么？凤姐啊，小姨，你见到他了？
他是谁呀、啊？林强，小姨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行，我马上过去啊，你等着我。哎，好。不是雅丽，林强怎么了？林飞呀、啊，马上就会回到你的身边，咱们各归各位，走，跟我看场好戏。不是干什么呀？我让你看看林家人都是什么东西，走吧。你别拉我，哎、说清点儿，说清楚。你一人回来了呢，林飞呢？林飞到学校接孩子去了。你看你，你咋不跟林飞一块儿去呢？让他自己去。林飞有心呢，他想跟孩子单独在一块儿聊聊天，沟通沟通，加深加深感情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是飞飞应该做的。来，哟，包饺子饭。丁伟，买瓶醋去。咱们今天包饺子，怕醋不够。哎，婶儿，咱有一瓶，买那么多醋干啥呀？干嘛不让丁伟干活你不满意？这好东西再带点回来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用不着买那么多醋吗？你看，丁伟买一箱醋。啥事儿？你妈呀！我婶报复心真强。我报复谁了？谁也没报复啊？说，你报复心咋那么强呢？哎，小姨，别走啊！小姨，要拉我呀？谁要到你们家里去把事情讲清楚？先我们聊一下。站住！干什么呀你？就是他，他把我们家雅丽害惨了呀！林强，雅丽，雅丽，你行啊你啊！我居然没有想到你就是风景，你这个混蛋，你敢骗我是吧你？我听你解释，打我！雅丽，打死你！雅丽，好好说！雅丽，你们听我解释。你太过分了吧！丁伟，听我说啊，有什么话慢慢说，好好说。你说你整天家门口在这闹什么呀？他就是风景，他就是风景。哎呀，你也说多了呀！哎，谁给谁？事儿你歇着吧，我不干了。喂，丽飞家呀，我是嫂子。啥？医院？妈呀，严不严重啊？我马上过去。哎妈，咋整？说林飞让广告牌砸了，跟天天在医院抢救呢，咋整啊？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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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觉得这样就对了，大家站一块儿，有什么话咱们大家都冷静冷静，好不好？说开了点，什么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我怎么冷静啊？我什么都让这个骗子给毁了，我真想报警把他给抓起来，我真想杀他。行了，雅丽，林强现在等什么呢？赶紧道歉。对不起啊，这都是网络害的。再说我也不知道你和我姐夫是这种关系。实在对不起啊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你早就知道他是风景对吧？你跟他们合起伙来耍我呀？雅丽，没人要耍你，你自己走错了路，看错了人，你能怪谁啊？只能是自己怪自己。你也不想一想，你说网络上的事儿能相信吗？你又不是三岁的孩子了。雅丽。吵了，我怎么能不吵啊？你没看见吗？他们合起伙来耍我呀！丁伟，快！哎呀，丁伟，咋整？出事了！哎呀，嫂子又咋的了？说林飞让广告牌砸了，在医院呢啊！快点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走上去！王娜，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你走，快点！哎，刘洋，哎，你没有事情吧？小姨啊，你不会出事了？婷婷会不会也有事儿啊？你不要乱想，婷婷不是在学校里，不会有事情的啊。今天我去接她是吧？是，走，赶紧去接她去。快点！没事儿，拿出来擦擦。这是你妈家祖传的，我呀都不舍得戴呢。我看你天天都戴着。哎，
这东西值不少钱吧？现价不等，重在意义。这东西啊，会越放越值钱的，知道吗？有那么玄乎吗？哎，对了，我肖叔呢？去哪儿了？哎呦，别提了，要跟他们单位的同志啊，去当什么志愿者，到大西北去，发挥余热去了。是不是啊？嗯。什么时候走啊？就这两天吧，肯定啊，走你之前，我呀、啊、也没拦着。这男人呢，就应该干点事儿。哼，要不然闲在家里啊，还不会生前气啊。我呀支持他去。哎，对了，我这刚从医院回来，菲菲受伤了，这刚抢救过来，还在昏迷着呢。怎么回事啊？那雅丽有个小女儿叫婷婷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啊。就是因为她，林飞去接她，这孩子不听话，到处乱跑，人家旁边正在修广告牌呢，巨大一个广告牌，咵嚓就掉下来了，差一点砸着孩子。天哪！把菲菲给挡住了。这可是飞来的横祸，那孩子没事吧？他能有什么事啊？让林飞给挡住了。哦，你看看这雅丽，还跟人家闹，人家为了他孩子，差点把小命给搭进去。谁说不是呢？在哪家医院？人民医院啊。哎，你帮妈把这东西收起来，我去看看他去啊。哎，不是，你现在怎么想去看人家？当初人家菲菲做手术那会儿，你儿子是软的硬的，怎么求你都不肯去看看人家。你，儿子，你说这当妈的为了自己的孩子，都有自私的一面，都有失礼的一面。你呀，就体谅体谅我吧，理解理解我这个当妈的。我先走了啊，给妈收起来啊。雅丽，你不要担心啊。丁家的人都去医院了呀，林飞肯定会没有事情的。啊，小姨，你信吗？婷婷万一有什么不测的话，我也活不下去。这林飞再有点什么事儿，丁伟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。好了，雅丽，你不要多想啊。来，婷婷。妈妈，婷婷，婷婷。是林飞阿姨挡住了我，她对我可好了。哎呦，我的婷婷啊，你吓死妈妈了，妈妈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。不疼吧？林飞阿姨还在医院呢，我很担心她。你放心，她不会有事儿的啊，婷婷，她不会有事儿的。婷婷，来过来。太晚了，赶快上床睡觉吧啊。爸爸，我明天还能去看林飞阿姨吗？当然可以了，阿姨不会有事的，别担心。走，上床睡觉。丁伟，丁伟，丁伟。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讲了。谢谢你能说出这种话来。哦，对了，等我把房子的贷款还清楚了，这个房子呢，就全部给你了。雅丽，我希望你呢，能够重新开始生活，好好的去生活。我能再抱你一下。你想孩子的话，你可以随时来看他。真的，雅丽，我希望你能够重新开始生活，好好的去生活，学会珍惜吧。Thank you.
哎呦，阿姨啊，正好有一点小事啊，想求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呀，我们舞蹈队不要巡回演出吗？正好路过你爸那儿，我呀，别说啊，我要给他一个惊喜。我准备一下车，唰，给他一个惊艳。他呀，肯定得疯了。阿姨，我看见你跟我爸这么好吧，我心里挺为你们高兴。以前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没问没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刀嘴豆腐心。阿姨啊，也有不好的地方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天大的矛盾，那咱们也是一家人呢，你说是吧？遇到再不顺心的事儿，那也是一种经历呀。那人呢，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。我到现在觉得我自己还不够成熟呢。你要感谢生活啊，给予你的一切，包括不如意。一个人的生命啊，只有一次。所以我们要活得精彩才有意义，你说呢？阿姨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放心吧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振作起来，我们要朝前看。你看，我给你带点什么？来，啊，这什么呀？你看，哎呀，哪来的？我都没舍得带。来，我给你带上。哎呀，阿姨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不是，干嘛不要啊？我真的不能要，这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就跟亲生女儿一样，拿着。阿姨，我真的不能要。我祝你好运，发大财。啊，那我走了，雅丽啊。哎，雅丽啊，衣服好了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我要试一试啊。哎，你放心吧。哎。什么呀，都这么沉呀？来，月姐，以后你要这种重的就交给我。我告诉你啊，林强，以后你再敢搞网恋，我弄死你！听见没有？我这不都改了吗？别生气了啊！亲一个啊！你怎么又来了你？赶紧干活啊！惯好了吗你？菲菲，妈妈真舍不得你。女儿终于出嫁了，这是多让人高兴的事！对啊，妈，这是好事啊！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林菲的。谢谢你了，哎，您太客气了。来，菲菲，不要跟你说，什么事儿啊？要不妈把那笔钱给你买套房子，干嘛租房子，干嘛裸婚呢？妈，没事儿的，菲菲已经把贷款都还完了，接下来啊，我们挣的钱就可以买房子了。您呀，就好好的把那些钱收着，就算我孝敬您和我爸爸的啊。那怎么行？妈给你存着。万一有什么事？对啊，妈。您就别操心了，我知道您不放心什么，您主要是不放心我。您呢，就把心踏踏实实放在肚子里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林飞的。那就谢谢你了，妈，您太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只要你们俩过得幸福，我们老两口怎么着都行。妈，我和林飞一定会好好的。那我把菲菲就交给你了。哎。您就放心吧。哟，你们俩还没走呢，哎，正好来到正时候。对呀，哎，我是来祝福您的。来，你看，还给你带礼物。哎呦，不用了，阿姨，您收起来，拿着吧，回去看啊。谢谢阿姨。嗯，那阿姨，我们赶紧走了。啊，好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哎，妈，爸，走吧。哎，走吧啊，走吧。走了。哎，姐，姐夫，就没看见我们俩在这儿是吧？那个，我们俩呢，衷心的祝福你们幸福美满，长长久久。不是你们俩是不是也能祝福我们一下啊？别老上网，好好的对待眼前的人，这就是我最大的祝福。听见没，蒙娜，往后可别老欺负我弟弟啊！嘿，你像谁呀你？行了，走了啊！哎，走了，再见，再见，丁伟啊！啊，菲菲，别忘了到医院把那个检查报告领了啊！知道了。走了，开车慢一点啊！好了，放心吧，我回去吧。东西走了，怎么拉都拉不住的，你快去劝一劝他啊！
没事儿，不用劝雅丽。雅丽，我们再住下去就不方便了。林飞说了，他说他在外头租了一个房子，那房子挺大的，我们住得开。妈，你就留下吧，这么大的房子，我一个人住也怪冷清的。再说了，婷婷她喜欢这儿，如果奶奶住在这儿的话，她会经常过来的。哎呀，雅丽呀，说句心里话啊，你跟小薇走到今天吧，我这想想哈，你说，俺家人吧，觉得挺对不起你的，真的。你说乡下人吧，知道小伟在城里头，都老想来看看。哎呀妈呀，你说这个来了，那个走，那个走了，这个又来了，说也不懂规矩啊。我吧，你说还拿你那杯子喝了那么多的水，哎呀妈，洗澡啥的，你就想想，你说，再加上他嫂子那嘴也不好，净惹你生气了。哎呀，真对不住哈，妈，对不起啊，以前是我不懂事儿，以后也没机会改正的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您收我当个女儿吧。妈，这个屋子里边没有你们，我的心还空落落的呢。行行，你说你说的啥话呀，丽？你是婷婷她妈亲妈，那家伙今后肯定咱们常来常往，我也舍不得你，真的。妈。收拾多累呀！妈，你别管了，待会儿我干就行了。啊，没事，你们收拾不了这些东西。你这么大房子，都归你夏丽一个人了哈。哎呀，你咋那么多话呀？儿子，帮我去抬箱子。媳妇，夏丽，夏丽，就我现在看你哈，哎，我不咋膈应你了。你看，大军也说我了，以前好像也确实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我气啊。嫂子，是我不好，不是以前嘛，都是我，真的都是我不好，不以前嘛都是我，哎，就是我不对，你这是跟我争啥呀？啊，那你不对，我想弥补一下，我给你介绍个对象。啊？哎呦，这小子，你告诉他啥了？我跟你说，那人是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会计学校的马副校长，是个海归，单身，咋样？合不合适？多大年纪？跟丁伟差不多大。我觉得夏雅丽绝对占便宜，夏雅丽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这么大年纪不结婚，那有问题？你才有问题呢！我发现你这人咋那么复杂呢？夏雅丽，我跟你说，跟你贼合适，关键的个儿各方面啥的啊。三三，他有钱啊，当校长，你说能没钱吗？我觉得绝对没问题。夏雅丽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哎，要是行的话，咱安排见个面。哎，闪电，闪电，跟你讲，嫂子给你介绍对象，那你现在单身，你们先相处，先认识一下吧。哎，肯定的。哎，要我说就明天吧，我觉得行，趁热打铁，你说呢？哎，擦擦，我没有意见，你帮我们家雅丽看看。哎，就行。明天咋样？明天六点吧，行不行？要五点半吧。哎，觉得行不行？夏雅丽，明天你穿好看，你别穿这件了，穿红的啊，行不行？打扮年轻点儿。哎，我看行，我觉得就这么定了。夏雅丽，你表个态呀。对，你看你整的，他挺不愿意的。菲菲，我是刘洋，我在国外都安顿好了。只是时常会想起你。哎，对了，我妈送你的礼物收到了吗？你要好好保存，那可是她祖上传下来的，很有升值空间。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祝福你，祝你好运。怎么了？看见没有？这是刘洋他妈送的。说是他们家祖传的，肯定特值钱，真不应该收的。看起来好像真的很贵重呀，戴上吧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他妈妈的一片心意。
你找个合适的机会再感谢他不就完了吗？来，我帮你带。好吧。挺好看。哎，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恭喜你啊，要当妈妈了。算了吧，你净捡人的痛处说。告诉你，男孩女孩在我这都一样啊！真的，真的。谢谢你，那我们快点回家吧，回家把这些好消息都告诉他们。好，回家。要娶新娘。